大家好，我是威盛的 John。那我们今天来使用 Burna 震爆枪，然后来装威斯的辣椒弹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实际上运用的情况如何。那我们今天打的是真人版。那我们现在只是装弹呢。辣的，然后你的鼻子啊那些都不辣，然后你眼睛是感觉你睁开它辣椒是会一直往里面吃，然后你的脖子啊，然后皮肤的部分都是有种烧烫香的感觉，灼热感很重。你现在十分钟了，你现在眼睛要不要试着睁开看？我睁不开，确定睁不开。你可以睁开一下下，但是你眼睛会。还是会一直刺痛，持续的那种刺痛。哎，发现。脸都肿起来了，红掉了。然后你会是想要流鼻涕、流眼泪、流口水，然后也是脸基本上不能控制，